Hello， 江江，今天呢，我们来玩高画质版的《明日之后》。哦，今天呢，来实际来测试一下它到底有多么的高画质。哦，现在的显示装置是全屏哦，然后电影模式，然后它的精细度全开，是用极高的那个。OK， 然后画质真的是有比之前的好。然后，等一下我们试试看联盟，大家看联盟跟其他副本的那个跟之前版本有什么不同？那我觉得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它读取跟下载的时候是比较慢一点，就有可能是我的网速的关系。好，然后等他们开始好了，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等一下，这个光影效果很好，然后水的光影效果。80的风扇开始转，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开启录影模式的关系，然后再來是这个树叶，哇，真的很棒。我自己是习惯四开啦，四开的话画质不会调那么高。这个阴影也做得很好，哇。我看看那个，去别人家看一下，是谁家？哦，小喵家耶！这平常看不到的特效，现在都看得到了。钢琴。肚子饿是不是？这么快肚子饿？会啊，我肚子是满的。啊，吃个东西。啊，哇，这个树，啊，开始了，开始了。摩西摩西，摩西摩西，空巴哇，空巴哇，空一吉哇，谁？是谁在讲话？空巴哇。安吉吉，安吉吉，安吉吉，空巴哇，是，输出还是错？哦，400哟、哦。你是哪一个？哇，400，800的，800的。800了，我什么时候变那么强？1500，哇塞，好厉害！有，现在知道。哎呦，2500了。哦，好的，原来，可是这里是……哎呦，哎，打我！
我不知道啊，你不知道我是谁耶、欸、你不知道、啊、你哪位啊，我哪位啊，啊你不知道我是谁，我不知道是谁在讲话，我有听过吗？没有、啊、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是谁啊，哎呦，我好像也没听过这个。哇，暴击1500了。我没有听过，我是没有听过啊，因为是从轻到现在没听过。输出最高那个就是我了。真的不相信。不是，为什么我突然一阵恍惚说奇怪，这是到底是谁的声音？因为我很少开麦啊。不出来。哎呀，很少，我也没听过。来来来来，听听看我的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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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香香听，等一下，我等一下来 biu 给你听。嗯，我现在用那个最高级的那个什么测试的那个什么最高画质的那个版本哦，测试版本就对了。对对，然后画质有比。电脑的还要好一点，应该说好很多。用手机玩吗？哎、欸，为什么只剩我一个人在后面跑啊？好尴尬。集结啦！没有要集结。集结。没有按集结的，他在跟我跑啊。好尴尬啊、哦！就我一个人在那边跑。拜托。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没有听过你。他好低哦。换一把枪，700、700、800。哎，我的才砍一刀。对呀，我的数据也是低呀。这个枪，尾巴的不好。700多。不知道我现在是打的。哎呦，它好痛。28中的话，我们就可以扛着了。他可以给人带路吧。就是安尼啊，我多。这样声音比较低一点。哇，1600，哇，这是好高、哦，1700。哎呦，安尼呐！哎呦，93%呢！哇，93%。哎呦，不简单呢。当然哦。好棒！来，以后我就躺着打本就好。哎，跑高高，飞高高，射你屁屁！不是啊，嘿，救伟郎，你打啊，炮浆啊！要跳，射你！炮浆，咻咻风。你乱，香香，你不射香香？每个都给他射一下。咻，出师无功。嗯，喂，好一个爱心。嗯，不吃一、欸，不要吃一下吗？增加伤害。好，我吃。别再乱射我了。
像安野啦，还有那就色魔王，然后这个色魔王，那魔王会不会对你产生爱意？来，我试试看，射他一滴血而已。有我会给你，他有出现爱心哎、欸，他有爱心出来哦。有哎，我用这个打王好了。只是，他会不会给你哪一天，那个王就爱上你了？有，跟你同居。他有很多爱心，哎呦，你也有爱心哦。来，我们来互射啊，互相伤害。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就来用这个来打王好了。我要看他们躺地板，这样可以拍照。欸、不要，那我不要过去，卡梅，卡梅，卡梅，哈、嗯，没有伤害。最后一个 boss 比较难打、啊，他们很容易躺地上。哦，拿火焰。我觉得我等下就躺了。最后一个 boss 的话，你们不会反应的，把甲脱掉啊，然后就躺地上。至少要三个人帮我挡一下刀。这会掉，这个会掉分吗？甲会掉分吗？会啊，当然会。我那弓箭也会、啊，武器也会啊。对啊，武器也会啊。那我可以挡分吗？武器跟那个护甲都会掉。我看我打本，我挡本就好了吧。我也要挡本一下。交给我想要尝试躺本，交给雷德了，我也想躺本。嗯，对呀、啊。今天这个队伍没有28装吗？没有。不用啊，不用28装啊，有我就可以了。啊，你不是说你要躺本哦？我也想躺本啊。用电怕违规，没有分数哎，好笑。哎、欸，前面还好啦，你打后面就更惨了。后面只会反击的都躺在地上，不然那个后面的 boss 会回血。Heal，那我还是躺本好了，我把我的武器收起来。我今天的。今天你怎么感觉不太好？我打他才200。我为什么？啊！我被绑起了。哇、哦！你被触手抓了呢。龟派系统。你要卡妹卡妹啊！你要像这样子啊！卡妹，卡妹，哈！那个安的那个什么啊，计算年龄30几岁，然后内心不到10岁。不要这样。可能哦。我没听到。还是小孩子。我没听到。他内心住着一个5岁的小朋友。不是3岁吗？5岁啊，4岁啊，4岁，5岁，4岁啊，3岁，5岁比较。蜡笔小新是4岁，5岁还比较好动。哎呦，蜡笔小新就不一样啊。你很了解哦。哎呦，哎，你要小朋友。哎呦，我很像很喜欢蜡笔小新哦。哎，这个，哎呦，这个，这个，哎呦，我们宕机了。我这200多哎，伤害好低哦。我不要。哇，1200，碎啦！好奇那个鸡排打一发多少钱？1500。我打一发哦。哎呀，打一发一滴血。哦，是吗？对，真的都一滴去碰。那没有我还真的不行哎。我因为我的枪都是阿版的，我没有用到那个100枪啊。你不是克老吗？你怎么还用阿版？克老，但是我
但是我没有在射枪啊。我的枪都自己做啊。好烦哦，他给我跳过来。好哦。刚刚枪最多都是一星的啊，一星的枪跟甲都是一星的。你看我多少趴、啊？哎呦，你看我都长本，我就可以过了。你看，你看我都多少趴的？因为我连三层的枪都没有买过。啊？真假的？我三层的真的、啊，我三层的枪跟护甲都没有买过。真假？我看一下，你贴给我看，我看看。什么戏？你贴武器给我看看。我的武器都 R 版耶。全部吗？你最强的 R 版？我除了那个什么、啊，我除了巨蛇。巨蛇，我除了巨蛇M24强袭榴弹跟那个雷托，其他都是阿板。不要动！你为什么？所以我的阿板比较多，因为每次都抽到。像我的话，我。好、啊、这火焰还蛮硬的。我是有抽到这一把，但是也是阿板，我当然不是。你真的没有比较好的吗？就巨蛇，一星。你到底是打吗？而且你打我，为什么的配件才10啊？然后我用 M 就好了。你的配件这样子，我配件才8，我配件才11。太扯了你！太扯。没办法，因为我没有刻在武器身上，我都刻在家具，都是在家具上面。家具没有的，家具教我怎么，家具没有人教我怎么写。也没有人教我怎么点那个武器升级的。你不要猜一下我的配件多少？你的配件20级了？没有20啊。一半。没有20啊。25。那最高20而已啊。哦。18。19而已啊。18拉15。哇！打他打他，副武器。我的话就是这把。我前面给人家带本，我还被骂。直接被骂说，到底会不会？到底会玩？不会。到底会不会输出？为什么会没有格挡？他问我的副武有没有副武器，我说我没有。1800，哇！我输出好高，96哎！打我一下，我倒了。啊，他分享还是很慢的。我的护甲就用这个，不是自己做的。啊，最难的这个王要靠大家输出了。那我最后一个网，你们不会反击的，要脱甲哦，技能脱一。哦，对，我的甲在哪里？记得把你的甲。哇，你连改造才一级。谁？你的甲也10而已。对呀、啊。好好笑。好好笑哦。我都自己用啊，人家阿香都比你强哎、欸。所以我都没有在升在武器身上，我都直接升在那个抽武器而已、啊。好，你不用解释了。我都是抽武器。那我的武器要换什么样的？然后头盔是这个。Oh my god！
准备好了吗？谁叫我？我说你要破你自己的装备啊！我要破自己的装备。我先欣赏一下你的装备多高，我再以你为荣。那我先躲在后面翘个二郎腿好了。好、哦。哎呦，我爱下下。还没改掉，手臂还没改掉。等一下。还好我的无人机会救我。看一下啊，我刚想这个好了。不要拿我插一个枪口就金了。对，不要拉我，我要躺粉哦，绝对不要拉我。少一个，至少要三个反击哦。我看到他的屁股。他第二次的时候再按反击就好了，他会闪两次。没关系，我有你们就好，我不用会反击。因为他会回血，然后伤害就很低的。对，所以不会反的就扛着。然后你就会，我们这个就会打很久。啊？你想拿这个样子？来，反击！没关系，不要拉我。反了、嗯。这样子我打他就有1500了。1200，有1500，2000。我打他都1 2 3 1 2 3。那就帮我反击好了。我好可怜哦，我的刀，不是，你为什么要把我救起来？不是，不要。要。要，打他。过了 ，yes。站起来，然后再被打的呀。对，多一个叔叔。没子弹。啊，没有子弹。我是不是应该要买一个无人那个医疗无人机呀、啊？要啊，那是基本的。好，因为我现在有战斗，也有护盾。医疗没有。采集的也没有，我有这个，至少要有医疗的。那是什么？反击。疾风脚。可以使啥？无人机吗？无人机啊。白鸽或是那个，对啊，至少要有医疗吧。我说那个，哦，那个家具商那个。是医疗的、啊。但我的无人机有四，有四个还是五个？我到底会不会反击啦、啊？哎呦，好喔、第二次的时候再按。他第一次蓝光，第二次闪光的时候再按反击，比较会。他这个没有反击。不要救我，不要，哦，你就硬要救，然后来一个输出，是不是？没有，你救他，你不救他，可以帮他拍照一下。我帮你拍可以。很尴尬，其他人家说，哇，这个武器没那么高、哦，一直。刚刚跟人家打本，我就Q没啊，狼查瓦米。我已经比我阿爸。哦，我的武器只有七等而已，400而已。我的武器更低，所以不用紧张。一定会有一个电符的反击，打反符，打反符，对，2300了。我负责喷墨汁就好了。我问你，我这一次我能打天下吗？我就问。不行。
对啊，我比你，我还比你们还快。太奇怪，为什么？少一个，少一个。所以我是垫背的。反击！快点，你再躺地一下，我要拍照。我不要，不要，不要，我绝对不可以。哎、欸，为什么还会回血？他反击没有成功会回啊？我没子弹。居然没有少一个。我有反击，我还是赶快。哎、欸，他倒地了，拍照拍照。别上去，别上去。好坏哦，结果是 T I 倒了。好坏哦。好坏啊！我以为我可以的。